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怀中。今天我们来玩《马里欧创作家二》，然后今天要玩的是这个无尽模式这样子。然后我玩的是从最简单的开始玩，看看我可以挑战多久，然后呢可以撑到哪里这样子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开始喽。对，这个就是无尽模式，好像也是就是所有玩家设计的关卡，然后它是随机弄出来给大家玩的。刚刚是不是这样子没吃就没吃到那个？哦，开门。哦，睡哦，就这样。啊，我还以为要干嘛嘞。就来看人撑多，哎呀，差一点没注意，这个不能站太久，不是吧？过关，简单呢、啊？因为我选的是简单关嘛。基本上这个应该是不太难，感觉是。蛮轻松，蛮简单的。哎，可以进去哦。哎，在这儿。应该是水管迷宫吧？对，猫咪。哟。我干嘛？应该是下去吧。OK。选一个。哦，也有陷阱，蹲着走。完了，我刚刚没有看到，回去。OK， 哈哈，那这是关卡比较难一点点。不能全部中断。啊哦！哎，好像没事啊。OK， 我看到了这一个，第三个。从来不选第一个道路。过关了吗？过关了，哎，过关了就。过关。蛮简单的，半夜一个人喝着啤酒，打打超级马里奥，感觉也是不错的。因为今天小朋友比较早休息，然后女儿也早睡，那我还在弄骗子的东西，那骗子还在跑，所以就来打个电动，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，多看看我的影片，好不好？我现在平均可能马里奥，我这个耐力赛这件事情呢，可能就是每篇录个十分钟吧。啊？哦，我去哪儿 ？OK， 这好像是我们以前马里奥三代，是我们以前小时候常玩的。你看那时候画质画风真的是很差，它是像素，然后那个马里奥是一个大鼻子这样子。第三关过去了，生命值越来越多。噔噔噔噔噔噔！哎呦，吓我一跳！哎，他这个是会丢那个暗黑球，选一个，当然先吃金币啊。红色的。去吧！哎，哦哦，我知道了，这应该是要找角度来丢它，要丢到那个，对，
等会儿去吧。对对 ，Go， 好，知道。我以前没有用过这样子的马里奥，哎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才出来的。照理说以前的版本我没有看过，说马里奥会变黑白，然后他的火球会变成一个就是像这样的模式。哇，运气太好了吧！那就过啦，一颗就中。大家看，然后每一个都要进去。噔噔噔噔，去吧！哎，这要抓 timing 了。哎，哎呀，这哪有好简单？三发发，太早发，看到红色再发，一二三发，不是，那看到蓝色再发，好，有啊，我扣啊我，看到红色再发，红色。啊，我弄错了，看到，哈哈，看到蓝色在发。不行，那往下丢了。哇，卡在这边。蓝色 ，Go Go， 碎了啊。不简单，我觉得这个这是要看计时，这要算时间的。去吧，去吧。哦，那就不用了，哈哈。现在不是出啊，走错了，要去另外一个门。现在不是出了那个宝可梦剑雨盾，我也好想买，感觉好像是可以买的。好，但是要先经过我们家老板娘同意。你也知道，毕竟对不对？这是要花钱的。哦，去吧，我再去。丢这个弹力球越来越厉害了啊！对，它就是弹力球啊！哎，哎，它本来要过去了，别回来啊，宝贝！去啊，去啊，宝贝！哎，碎！还有300秒，应该是可以。他把所有的红钥匙吃到之后，才能拿到钥匙开门，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在这边卡住。对啦，但我有点贪心，我想要吃大金币。算了，我跟大金币无缘，什么都吃到了，就大金币没吃到。吃完，它的方向都是规律的。好，然后再回来一点，这边别回来。啊，不对，差点忘，它的角度都是一样的。
球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那先打去打那个皮好了。啊这！完蛋！再前面一点。来，照理说应该打得到啊，对嘛？去吧，不管，最后一颗，好有趣啊！你看我看的好有趣，我看看的好辛苦啊。不难嘛，哎呀，被吃掉了。哦，不有趣，我以为简单。Go， 太简单哈。哎，可以上去。一个误打误撞就过关了，这怪也太多了，50金币吃到就好。啊！蛮强的，没办法，因为这简单，简单关，对不对？今天就先录到这边，好不好？下一篇，明天继续。